23号，李钟硕所属公司表示，李钟硕收到了陈赫导演的中韩合作电视剧《翡翠恋人》的邀请，并决定出演。这部奇幻浪漫电视剧是制作投资《钢铁侠三》Point Break 的 DMG 公司的2016年最高期待作品，总计约2.2亿人民币的制作规模。据悉，该剧女主角已选定为中国人气女演员，将于明年1月在上海横店等地开机拍摄。